我是一个很简单的人哦。哎呀，人生简简单单，正在知足常乐吗？每天天还没有亮啊，我就起来吃早餐，上班咯。下午一到，老婆就打电话来，要我跟她讲话，要我跟她说甜言蜜语嘛。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我做，哎呀，没有让人担心的啦。讲到疼老婆啊，我认第二，没有人敢认第一啊。除了帮忙做家务，我还买东西送给她，宠宠她咯。你以为买鞋子送她是要她走啊？No, 我买鞋子送他是要他跟我走一辈子啊。每天就这样过咯，简简单单的，没有什么特别啦，很普通哦。